掌握正确的方法，可是无法从死亡的阴影下全身而退的。放轻松，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，不如这么称呼我吧，翼展。下次再见吧，快走。你醒了，小瞌睡虫，看来你做了个好梦。如何，又梦到我吗？我只是帮你们离开了那片异域，仅此而已。欢迎来到现实白日梦酒店，你最熟悉也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很高兴你的精神状态还算正常，没有受到那片原始梦境的影响，运气不错。我知道你脑袋里有许多问号，别心急，在那之前先想担心你的伙伴们报个平